这里有个手柄哦，这里手柄的话，等于说这个是这里有个倒送开关，这个手柄是直接按，这里一按它就启动，这个是顺，这边开翻过来，我 stop，这个是调节扭力的，这个调节扭力大小，你如果需要多少扭力的话，你就往里面调，如果扭力太大，就往回退一点过来。你看，我现在把这个螺丝给它退出来。退出来，然后打下去，打下去的话就要把开关搬过来，啊，这样，退回来，搬下去。如果扭力小了，你就把这里往里面调，退回来，再打下去，这样子。以螺丝打紧为准，你需要多大的扭力嘛，你就调节这个。完了，完了。